圣地亚哥动物园野生动物联盟的科学家竟然发现，极度濒危的加州雾鹰可以不通过交配进行繁殖。在对动物园两只加州雾鹰的生物样本进行分析时，科学家们发现，这两只加州雾鹰的雏鸟是从未受精的蛋中孵化出来。科学家们证实，这两只雾鹰雏鸟都与它们的母亲有遗传关系，但与雄性雾鹰没有遗传关系。圣地亚哥动物园的科学家斯坦纳说：“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发现，因为无性繁殖以前从未在任何鸟类中得到证实。”据介绍，这两只雌鸟一直与可育的雄鸟一起生活，这些雌鸟完全有能力进行有性繁殖，但它们却利用无性繁殖作为繁衍后代的另一种方式。加州雾鹰是世上最稀有的鸟类物种之一，但其数量目前正在增加。斯坦纳希望继续研究这一无性繁殖现象，以观察这种现象是否可持续。